This is a teacher Benz. Oka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andidate debate. It was a wonderful debate, and both gentlemen showed their gentleness,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glory of democracy, and gave us the whole world the hope of the torch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of the world. And both candidates remained very professional and gentle. Yeah. Thank you so much. Yes. Oh, really? Did they? Huh?对不起各位，刚刚准备开始讲呢，奔驰老师来电话，我正好呢，我们就听听这个美国人民的声音，他也算是美国人民之一员嘛，对吧？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谈一谈美国的这次辩论会。在谈这个事情之前呢，我要再讲一次这个大外宣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么一讲的话，又有这个一些这个海外的民运进步势力，这个民主势力，他们又说九个是大外宣了。其实啊，真正的大外宣呢，这一次好像是郭文贵先生揪出了几个，对不对？当然我不知道郭文贵先生揪出的是不是真的是大外宣，还是他们自己私人之间中间的矛盾啊，把人家扣上一个大外宣的这个头衔，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没经过调查。但是呢，根据郭文贵先生的那种说法和他的做法，就是说打着红旗反红旗，反过来反着红旗打红旗，这样人真的是有的，对吧？我们在中国喜欢说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反对共产党。这有些什么人呢？比如说像邓小平比如像江泽民比如像这朱镕基这些人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OK， 什么红旗？如果说是像毛泽东那个红旗的话，他们就打着这个红旗事实上就把那个共产党给反掉了。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主席接过这个红旗以后，想把毛泽东的红旗继续插下去但是现在海外有一种现象就是反着红旗打红旗，这样的人就是表面上是反共的，而且骂共产党骂得很凶，但是你在他的真正的内容中间仔细去听，这个一定要有头脑的人在发现，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在大的方向上，他们是在给中共带风，他们在关键时刻是为中共讲话这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头脑最近我还发现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人他由于反共已经有大量的人气这个订阅率很高，而且呢看的人也很多，但是他在这个讲话中间，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听了他一个节目，我就开始怀疑他才是真正是共产党的人。 OK， 隐藏得很深的，你不要看他表面骂共产党他骂共产党的时候都是泛泛的，没有具体的。OK， 他没有具体的事情，共产党是真正不吃人的呀，共产党是坏，共产党怎么样独裁他就讲这个。但是事实上，他在他的节目中间讲到意识形态的时候，讲到心理学的时候，讲到这些时候，事实上是在把你们啊，就是说。洗脑，事实上叫洗脑。什么叫糖衣炮弹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词叫糖衣炮弹，就是个这个的味道挺好，但是事实上是个炮弹。这个呢，跟我们那个小时候吃药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那个父母给了小朋友吃药你比如说止咳糖浆 ，OK， 咳嗽了吃了个糖浆这个像喝糖一样，你就喜欢吃，再试试把药吃进去了它的目的是药，而不是那个糖所以呢，这一点是我是要这个提醒大家我不是要大家去反共像九哥这样公开说我不反共的人，反而他不是大外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没有外衣了嘛，我就没有尾巴嘛。有时候九哥是你的这个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就是没有尾巴，对吧？我如果有尾巴，我会高高翘起，我根本不会夹起来就像九哥这样的纯这个个体户你再看这个九哥的订阅量跟这个阅读量，你也看出订阅量很高。订阅很高的理由是很多是英文读者是以前积累起来的。因为我在做中文之前，我已经有8万多这个订阅的，将近8万到10万订阅，已经是就是西洋人讲英文的这些人，所以这是我的基础。后来这个8-9万呢是这个中文的读者，这个我相信当然来来去去都有
但是我的订阅量的这个增加非常非常慢，非常慢啊，几个月才上一千人。OK， 所以说这个才是真实的，包括我的这个读者的也是真实的，这每一个人来看的那真的是自愿来看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共的大外学院的，他一定是有组织人，他一定是有这个上班的人在规定你们看，对吧？所以他点击率很高。还有就是法轮功的也是一样的，法轮功和一些这个反共的，他们也是有团队的，对吧？他们有团队操控，他就是说动员他们的会员啊，动员他们的，这个当然也是我自己想当然了啊，就说动员他们的人，就是油管他有一套办法推。比如说我那一段时间支持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时候，哎，我的点击率很高，有些视频是几十万，非常非常高。为什么？他们在推，他们有办法用他的引擎啊，搜索引擎或者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他有他的办法的。所以像九哥这样落到现在只有3000多点啊，到5000点都不到了。啊，一个视频做得再好你也不到5000点的话，那说明这个是真实的，而且说明是真实的。从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来，九哥的视频里面留言特别多，对吧？你光上次讲的那个台湾的一个视频好像400多个留言了啊，一共只有4000人看，有400个留言，10个人中间有一个留言，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哪有这么厉害的事情呢？那有些人的这个视频几十万我看也没几个留言呢啊，留言的或者也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论啊，就是一波就是哦好哦精彩哦你干得不错，就这样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就重申一下，九哥不是大外宣啊。当然在台湾的时候可能九哥讲的一些话跟这个中共的有一些宣传的这个吻合了啊，那也只能说是这个狗熊所见若同而已，只能这样说，就凑巧，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跟中共的一些想法是相似啊。这个东西也难说，你不能说是凡是中共说的就一定要反对啊。那中共吃饭你吃屎吗？对吧？那你跟中共有共同的地方吗？中共喜欢吃饭你也喜欢吃饭，中共喜欢吃肉你也喜欢吃肉，对不对？那中共讲的有些事情他也不是所有都是错的嘛，对不对？我这样说有人又说我是这个大外宣了，反正是所有的两个凡是三个凡是的这样的人他都是中共思维啊。所以呢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要特别警惕那些啊这个反着红旗打红旗的人，这些人才是真的是真正是这个洗你的脑的。像九哥这样随便聊天的他真的就是个体户啊，我没有接受，也许我接受到了我不知道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受到了不少这个台湾朋友的赞助啊，当然都是来自个人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后面有没有政治背景，这个我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中共也没有说真正出来一个人跟我联系啊，说我们资助你，没有啊。但是003是有各种资助啊，或者是买你的琴，买了琴以后琴好像也不要了，这样人好像也有啊。我最近有一把琴是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啊，这个买了琴以后这个找不到人了都。我找不到他的 email， 然后呢我请这个奔驰老师啊，这个跟他打电话，电话也不通，然后在电话里发信息，我说你的琴已经好了可以发货了，到现在没跟我联系，这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至少是说九哥是没有人公开的来收买九哥，没有公开的人跑到这里说九哥啊我给你多少钱啊，你帮我讲什么话，这一点请大家放心啊。如果有那种事情的话啊，怎么说呢，我不敢说我不会接受那个钱，我可能会接受那个钱，但是我会承认，我会公开说我收到了中共的钱啊，这个月我收到中共多少钱，所以这个月我要帮中共讲话了，那我会公开，我告诉大家 OK 中共给了我多少钱啊。就像这个我在支持香港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月这个收入到了9000多美金，一个月9000多美金，我都告诉大家了嘛，那肯定是有背景在资助嘛，他想办法在资助你嘛，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广告费里面怎么样，他给你钱了嘛，所以我公开说嘛，所以也是我收那个钱以后我就开始有点怕了嘛，我觉得这个不正常嘛，对不对？如果说是有政治力这个力量在后面推的话，那我希望知道他是谁啊。但是如果他跟我是同心同德，我们是在政治观理上在立场上各个方面我们觉得相通，而且我们觉得对这个民族有帮助的话，那你给我钱我拿着，我愿意干这份活啊，那这对民族有帮助，为什么不干呢？那钱总是好的嘛。但是我不会为了钱去出卖灵魂，就是说我不会为了钱去讲我自己不愿意讲的话啊。当然我说给你多少钱，你这个话你不要讲，这个我可以考虑啊。
我可以考虑啊，那我这个话我少讲一点，但是我不会为谁讲话啊。那么就是关于大外宣跟我个人的立场，我讲到这里啊。那么开始评价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的这个辩论会啊，说它是辩论会呢，其实错了，它不是辩论啊，它就是骂街，就是吵架啊，就是胡搅蛮缠，就是两个小屁孩在这个不讲道理，讲穿了就是这样子的啊。讲这个之前呢，首先是我为这个拜登先生非常担心啊，因为这个在这个传媒里面啊，这个媒体里面，尤其是反共的这些进步媒体里面，大量的宣传就是说，这拜登已经是老年痴呆了嘛，啊，讲话都讲不清楚了嘛，就讲了前面一句就忘了后面一句啊，就整个就是数字也搞不清楚啊，这已经很糊涂了嘛，就是说已经就是说，这个老糊涂了，已经是老小孩了，已经就是根本不可能胜任这个辩论。啊，他的站在辩论台上呢，可能话都讲不出来啊。我是非常相信啊，我相信这个拜登啊，他口才绝对是不会这个比这个川普好，因为川普从小啊很年轻时候就搞这个 talk show， 就搞这个电视上讲演啊什么的，他是可以这个出口成章的一个人啊，可以随便扯的一个人啊。他那个这个每一个人啊，他确实是这个能力不一样，比如说九哥就不是一个。口很快的人啊，不是那种妙语连珠的这种人啊。九哥就是思维呢是很深刻啊，你要给我时间，你要用笔来跟我辩论的话我就不怕，因为我有时间我就考虑。但是你要是口头辩论的话，我会口吃啊，我会这个慢，我的语言跟不上我的思维，这是每个人的缺陷。所以说比如说小布什就完全就不会讲话啊，他直接对着镜头他就傻掉了，他就装也装不出来了，对不对？像李根总统就不一样，李根总统就口才好得不得了，因为他是演员出身啊，他是慢条斯理啊。最近我见到一个就是说好像是穆斯林的一个黑女人，她做了这个一个政治家，我这个女的很厉害啊，那将来我估计她也会在美国会很有发展啊。他讲话是真的，我跟他见过一面啊，那他讲话慢条斯理，是非常头脑清晰，讲出来的话是条条是道啊。他不会说 the deal is the deal is one number one number two 啊，拜登就会 the deal is number one number two， 他这是他的口头禅，就变了。这个川普也去学他 number one number two， 两搞到一起去了啊。所以呢，有些这个评论员呢，就是台湾的一些媒体都说，他说事实上站在台上你在说什么不重要，大家没有在听你说的内容，主要是给人这个印象啊，你们两个人的磁场，你们两个人的印象，这个最重要了啊。他们也说，既然川普把拜登说的那么不堪一击，那么糟糕，那么反而是拜登只要在台上，只要不讲错话啊，只要表现一般普通，不讲错话就行 ，OK。那他就赢了，就讲这个啊。昨天呢，我真的花了这个两个小时时间啊，耐心的把这两个啊小朋友的这个吵架把它看完了啊，从头到尾啊。为什么我说小朋友的吵架呢？啊，就是说，一般说啊，在小朋友幼儿园的时候，大家不守纪律啊，互相插嘴、互相吵闹、随便发言这些呢，这个阿姨啊，或者是这个叔叔啊。啊，幼儿园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他是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小朋友嘛，你不能对小朋友发脾气，对不对？你不能跟小朋友说 shut up 啊，你有没有规矩？没有，你不能，对，因为他小朋友不懂事嘛。但是到了一年级了，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发言要举手，老师说，你说你才能说啊，老师叫你停你就停，对不对？那么某一个同学在发言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同学不应该插嘴，这些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大家都学到的东西，对吧？居然在这个世界的民族的灯塔啊，世界民族的榜样的两位总统，一位总统现任总统和一位这个前副总统的发生了一场这样的好戏啊，两个人根本就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随便谁讲我就插嘴啊！当然，川普总统这个他可能是觉得自己有权威，他不但是插嘴这个拜登，他连那个主持人他都插嘴，他甚至跟主持人去辩论。OK， 主持人说你跟我辩论什么？我只是提问，对不对？你不要跟我辩论，对不对？最后那个主持人都开调侃，你说要你是不是要跟我换个位置？
他说你要给我换规则，你可以坐到这里来，我上去选总统算了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挖苦了，已经就是啊，就是说两个人完全没有规矩啊。那个，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那个衣服穿错了，他穿了个西装啊，像个绅士一样，我觉得穿错了，他应该穿个牛仔才对啊，穿一身牛仔服，拿个皮鞭啊，那可能就是对他那个就是完全就是牛仔搞法。完全没有绅士风度，完全不讲这个最最基本的会议规则啊，使得这个节目主持人要再三再二三再二三提到，就是我们同意啊，你已经这个是你们的签字了，同意遵守这个会场的规定，喊都喊不听啊，那个主持人他都要把声音喊，就变成了谁的声音高了嘛？那变成谁的声音高的话，谁的声音响的话，那就不是文明的高皇嘛？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嘛，对吧？文化大革命是这个造反派、保皇派两个大喇叭、高音喇叭，看谁的喇叭这个音背高嘛？对着高音喇叭、对着高音喇叭一起喊，啪，谁也听不进谁的，这完完全全是战胜中国的文革嘛，对吧？两位总统候选人，一位是现任总统，一位是前。这个啊，副总统啊，当然拜登呢，从头到尾呢，他还是这个保持了一个对主持人的尊重啊，他一直是在跟主持人这个配合，这也是为什么主持人明显是偏向他，明显是好你说给这个拜登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个人都是人性是肉长的嘛，当然好，这有这个反共的媒体又说了啊，这个主持人是有中共背景的，有什么啊，那随便怎么说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啊？反正他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话啊，他是要给两方啊平等的机会，这个很正常嘛，对不对？一个拜登是不断的被打断啊，那拜登呢也确实是啊，你要增加口才的话，那拜登的口才啊，他这个反应的快慢啊，他确实不如川普，川普的反应特别的快，川普口才也特别的好，话讲的就是一圈一圈的可以不停，川普可以你不打断的话，他两个小时可以一个人讲，他这种本事，那拜登不行啊，拜登他要一二的第二意思反复从他讲这第二意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想这个人啊，在重复自己的口头谈的这种人啊，他事实上是这个思维比较慢，他需要用这个口头谈去这个缓冲他这种思维啊，比如说 这种人呢，他就是说，他事实上他是想讲的，但是他的思想跟他的语言，他就是说，啊，没有挂上钩啊，这个钩子比较松啊。从这一点上呢，我们说是这个川普是确实是从这个智力上啊，这从我觉得他还是他比较的健壮啊。尽管这个川普先生啊，川普总统在这个智力方面，我们觉得他确实是这个高出一筹啊，他这个反应特别快啊，讲话也是那个对吧？很少这个有口吃的现象啊，拜登是时不时有这个有时候就被卡住啊，这一点呢就是说川普没有，但在另外一方面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拜登呢胜出一筹的是，拜登一直在牢牢记住他面对的是全美国的人民，所以他一直在这个收买人心，他从头到尾都在收买人心，从头到尾都在指着镜头说，我跟你，我在为你争取权利，你应该应该怎么样。但川普啊，川普总统两个小时从头到尾没有把这个视线啊面对全国人民一次都没有，在他的话里面也没有提到美国人民，他的所有的言论都是在攻击，都是在揭这个拜登的疮疤，揭他的短。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揭短当然是这个政治家是惯用的手法了，但是有些事情的话你不是嘴巴讲就可以的，你就直接跟他这个打官司嘛，你比如说像这个拜登的儿子跟中共的关系，你有证据的话你直接就这属于卖国罪啊，那你有这样的证据的话，你不要这个你在大会上同样的那拜登也可以这个控诉，也可以这个起诉这个川普说的造谣，如果没有这个事情，那就是你在毁坏我的名誉嘛。那这个拜登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起诉总统，起诉这个总统在这样的公开场合造谣啊，毁坏我儿子的名声，那他儿子可以起诉这个总统嘛？你没有证据嘛？但是如果是川普有证据的话，他这就叛国罪嘛，你就可以直接惩罚他嘛？那怎么拿出这样做这个？
还有这个税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对吧？那你说你这个十年没有交税啊，哪一年你只交了750块美金？我的个天哪，750美金算是什么东西啊？九哥在日本啊工作的时候啊，每一年我都要交10000美金的税，至少交这么多，每一年都要交这么多啊。而且呢，就是说那一年的话，一年我交了十万美金的税。再说一遍，某一年我交了将近10万美金的税给日本的政府。九哥这样一个小手工艺者能够挣几个钱，九哥都这么交税，川普那么有钱的人750美金，那川普就说我交了这个百万美金啊 millions of dollars， 你拿出证据来嘛，这个就拿证据就可以了嘛。你说九哥交了税，九哥有税单嘛，都有记录嘛，你查就知道嘛，九哥交了多少钱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太简单了。如果这个事情上的话，总之就是说在这一场辩论中间，就是说这个拜登他赢在哪里呢？他赢在就是说他时时记住自己是一个绅士，尽管他在他的语言中间也这个贬低了这个川普，他当然有权利说啊 You are the worst president America ever had啊，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这个是你可以说的，但是你不能说人家是一个 crown， 你不能说人家是个小丑啊，这个就不对。当然了，拜登也意识到这一点啊，他也是马上就啊 I'm sorry， 他也就是那种绅士的那种道歉，他也在啊，说明拜登身上还是有绅士风度的哈、啊。那么还有一点，他也说了一句 Shut up man， Shut up。Man， 那种说法有点像这个马路上的这个年轻人的语言啊，Shut up, man。Okay， 这种在一个总统的辩论会上讲出这样的话来呢，啊，真的是很丢格啊。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发言啊，你再想被人打断，啊，据统计啊，这个2个小时的辩论120分钟啊，川普打断73次。川普打断这个拜登73次，他平均是这个不到两分钟，1分多钟，你就打断人家一次，等于就是，这个也太过分了，对不对？这就不是辩论了嘛，那这是属于没有常识啊。所以呢，在这里我真的是为这个主持人感到啊，非常的这个sorry， I feel sorry for this。for the host 啊，为他表示这个啊 ，sorry，OK，、okay， 什么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觉得他也很难做，因为呢，尽管这个舞台是他的，对吧？他就做了这个，他是这个主持人嘛，但是这上面两位都是大人物啊，一个是现任总统，一个是将来可能是总统的人，你也不能讲的太那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磁场啊，就是说这个气场啊，就很难控制，这是也是非常非常难为他啊。那么这个 BBC 啊，有这样一个评价 ，BBC 应该是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的一个缩影啊，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啊。他这么评价的，就是说拜登险胜，美国输了。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太好了，这一次啊。真的是丢人现眼啊，是丢了美国人的，对吧？丢了美国人的脸，整个这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社会、这个民族文化，整个都丢了。你说以前的话，我经常批评中共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啊，说他们不专业、缺乏风度啊，缺乏这个外交辞令啊，说我们讲话太冲啊。你现在还有脸去批评他们吗？你还怎么说人家？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什么级别？他们没有礼貌，他们不专业，他们讲话这个没有风度，他们讲话不注意外交礼节。那你看看人家西方的社会的这个最最有代表的民主社会的总统是怎么讲话的？那你还好意思去批评中共吗？你包括现在这个选举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节目主持人问这个川普，就是你能不能这个 promise， 就是说许诺，在这个结果发表之前，你不要宣布胜利，你能不能许诺你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他都不表示同意啊，
他就是现在完全就是川普的搞法，就是我输了，那这个选举一定是造假，那我就要调查，就这个嘛，就是就讲穿了，我不 honor 啊，我不就是说这个 honor 中文又怎么说，我就是卡壳啊，这个选举我不尊重这个选举，就是我不尊重这个选举。那你说要我们怎么去批评中共的独裁呢？是你美国这么 number one 的民主国家搞一个竞选搞成这样子，最后你结果出来了，你都可以说不承认，你都可以用其他办法，你赖在台上的话，那我们怎么去批评中共的独裁呢？啊，这个你们说我是大外宣啊，来的更猛那些吧，啊，我们就讲事实讲道理嘛。这些想靠着川普就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以后你就可以上台的这些人的话，你真的是过于天真，真的是过于天真。我讲过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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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啊，现在这个川普抓的这个拜登说你的儿子勾结中共，川普自己不勾结，川普本人他不勾结中共吗？川普本人跟习近平不是好朋友吗？我跟你们讲了好多次，川普不要打倒共产党，他的目的是勾结，现在只是打这个牌啊，打这个反中牌来赢得这个选票。一旦这个打中国牌赢得选票没有用了，他这个中国牌也不要打了。你说他制裁中国，制裁了什么？你发个单子给我看，他制裁了什么？他制裁了微信吗？他制裁了 TikTok 吗？他支持我华为，支持华为，现在又给许可，支持华为，他现在又给许可证，让这个 Microsoft 这些卖东西给他。你制裁了什么嘛？你实际上制裁什么嘛？你微信可能被制裁吗？你 TikTok 可能被制裁吗？都是嘴巴里喊嘛，喊的就是要选票嘛，那最后的目的还是要跟中共勾结嘛。所以这些非常不切实际的这些海外的这些反对中共的，你不靠自己的力量，川普总统有什么义务要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啊？你说那个时候把这个苏联搞垮的目的是为了苏联人民的幸福吗？这个有一个肯定是大白宣的，我觉得他提的还是有对的呀。你说美国把这个苏联打垮，他是为了苏联人民的幸福吗？所以那些蓬佩奥喊的啊，这个把中共跟人民区别开来，我们要为中国人民什么什么，扯什么蛋呢？中国人民管你什么事啊？你自己美国的人民都没有管理好，美国的人民到现在医保都成问题，美国的人民很多现在到读书都有问题，吃饭都有问题，工作都有问题，你会去关注中国人民吗？当然这个西方社会讲的最基本的人权问题，讲的新疆啊西藏的人权问题，这个我倒是相信他们是关心的，但是至于人民的生活的幸福，这不是外国领袖的责任啊，这与他没关呢、啊、他就是打牌嘛。而且这些华语体的这些媒体的这么挺川普这么那个的话啊，我再讲一遍啊，我不是挺拜登啊，我也不反对川普啊，最后谁选谁当总统随便随便，我无所谓啊，与我没关系，我照样拿小提琴，照样卖小提琴，对不对？这个由于我的生活不是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是不挺川普也不挺拜登啊，也不反，谁都不反，我就是看戏，看谁的球艺好，谁打得好。那么这一次的两边都打得很糟糕啊，川普更糟 OK 啊，拜登呢啊，就像那个台湾媒体讲的啊，还好还好没有出错啊，他没有在半场尿裤子，这也不错了对吧，或者他上台的时候都忘记那个裤子的封紧扣，没有 忘记系了啊，或者那个扣子扣错的地方了，那就不好了，对不对？那他从头到尾他没太讲多错话啊，而且呢他一次 focus 一次次把这个他的话语啊把他的眼神啊对上观众，以及他回答这个主持人，这个态度是好的。而且他上场的时候跟川普一样也不一样啊，上场的时候他是有绅士风度的，他对川普做了一个这样的啊，就是说拥抱的或者是这个欢迎的这个动作，川普就一个牛在上来你都不理他，是吧？这就是你就没有风度了嘛，对不对？你们是政敌，你们不是真正的敌人嘛，你们两个人是为了美国好在这里竞选嘛，两个人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在这里竞选嘛，那么就是说你们是同胞嘛，是吧？你们是为了一个共同国家好，那至少要友好嘛，这里的风度川普都是没有的啊。哎，不过呢，美国的这次 debate 啊，所谓的 debate 了，这一次这个辩论呢，所
真的不是辩论，这次这个总统级别的吵架吧啊，这个吵架会呢也给我呢就是大开脑洞啊，就说至少啊，至少美国人民可以亲眼看到你们所选出的总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站在台上跟人辩论的时候，你的 personality 啊，你的个性啊，你的语言才能啊，各个方面的思维才能啊，逻辑性啊，各个方面都会展现出来，都会给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如川普总统跟那个拜登啊，一旦川普总统不是那个总统的位置，他现在站在那个台上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一个竞选对象的话啊，人们暂时忘记他后面的军队，忘记他后面的什么副总统啊那些人啊，那么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就好像脱光了，两个在澡堂里一样啊，脱光了，对吧？那就是看，就比尺寸了，对吧？比尺寸，那就是比那个光的那个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他的人格啊，拜登也是一样的，这一点呢，我们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中间就看不到，对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口才啊究竟有多好，他有没有这个辩论的能力，我们这个不知道，没有这个机会嘛，是吧？如果是民主社会的话，将来中国能够进步到啊，给薄熙来一个机会，对吧？我这个习近平就有这个自信啊，我讲得过你，我有自信，你最后薄熙来你出来，你能跟我辩论一次，对吧？全国这个大喇叭架起来啊，电视台架起来啊，平等的也找一个主持人嘛。中央电视台的某一个主持人啊，这个主持人是老大，在这一天他是老大，你们都要听他的，按照这个规矩来啊。习近平两分钟，薄熙来两分钟，或者其他人嘛，江泽民可能太老了嘛，江泽民的代理人几分钟，对吧？这样一来一去的一圈，你也让中国人民看看你们的领袖究竟有多伟大嘛，他究竟有多好的口才嘛，他的这个个性是怎么样的也好嘛。现在就造神造神，中国就是把这领导人造神是没有缺点的，好像都不要跟女人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啊。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一点我倒是要肯定啊，不管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啊，不管这个美国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啊，这两个总统候选人是多么的糟糕，这次辩论会是多么的糟糕，是多么的这个啊，像这个多么的可笑啊，像一场这个滑稽剧一样。但至少美国人民有戏看啊，中国连看这个戏的这个权利都没有啊，这是可悲的地方啊。那么今天呢？我就凭啊这个美国总统的第一次这个吵架会啊，就评论到这里啊。我再说一遍啊，九哥不是大白拳，请大家注意那些反动红旗打红旗的大白拳。 OK， 谢谢大家，再见，拜拜。 Did they really? You thought they were great? Yesterday I spent 1.5 hours watch these two monkey. You know what?Daniel, yeah.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s you will never get that 1.5 hours back. Oh my God. Lost it forever. Oh my God. I mean, I used to. It wasn't 2 hours. They went over. It was actually 2 hours. An hour and 53 minutes. Yeah, I used to criticiz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spokesman, you know, unprofessional, and this and that. Now I have no words. I have no excuse to criticiz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ymore. And Trump was like this. Everybody knows Trump's like this. It's not a secret. You know how Americans described him when they were asked what they thought? Uh-huh.They said that he came off as an arrogant crackhead. To take terms, this is a human basic courtesy. And I just feel sorry for this host. The host is like a kindergarten teacher, because you cannot shout with the kids. You know, even at elementary school, first grade,And the kids knows to take turns. It's your turn, you raise your hand. Now teacher says, yeah, you speak. The other kids shut up. But listen, Trump just lost so many more votes, it's unbelievable. He just lost Pennsylvania, which was a swing state. It's my home state with Philadelphia. Woohoo, Philadelphia. He lost Pennsylvania because he
said that bad things happen in Philadelphia. He put it down so hard, and they went around interviewing people today and talked to the head of their elections commission. He has alienated so many people, and then he would not denounce white supremacy. That is the number one topic today in America. My dear lady. He is a horrible excuse for a human being. Allow me to interrupt, just like your president did. Do you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you as American, on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do you think you still have the vote? You have the power to vote. I mean, the vote doesn't count anymore. Oh, yes. Because, you know, he is going to deny the election. You give him too much power. He has very limited power. This man is not a dictator. This country we're not used to listening to someone like him. We're not afraid of him. We see it as our job to get rid of him.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s coming out now, how much debt he has, he's paid $750 in taxes. No. I paid a million, he paid millions of dollars tax. He's paid none. He's a liar. That's why the fact-checking was going on. Go look at a fact-check article. Everything he said last night was a lie. Everything. And we know this. So if in America, if someone lie in public, will they hold accountable? Will they have no suit to sue them to lie to the people? They can start a case. Actually, I'll tell you what happens. In that forum, they can remove you. One example is, this morning Facebook announced that they were deleting Trump ads that made false claims. So his ads are always just really petty, like a child would make. I don't think he has any experts really working for him. It's only people that he knows and that owe him, or he promises things to. It doesn't matter. So he has no experts on anything. No, he doesn't need Facebook. What? He has WeChat. Okay? He has TikTok. So he can advertise on WeChat. Yeah. And WeChat have more people. He only uses Twitter. Okay. Tweet ban him too. Truth is not nice to him. When he says something hateful, they put warnings on his posts. Because you're not allowed to have hate speech.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the president. Actually, as th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the one wearing the mask first. He should be the one setting the example. He should definitely... Yeah, he has one. He has one with him. He uses it when it's needed. Yeah, he used it at Ruth Bader Ginsburg's memorial outside of the Supreme Court while people chanted, vote him out. Yeah. So he can hide his face, facial expression? Because no one wants to see his ugly orange face and his $70,000 hair, apparently. He spends $70,000 a year on his hair. That he deducted in taxes. Oh, that wins. And Santos and Bernie Santos definitely did not spend that much money on his hair. Well, actually, he was interviewed last night. Yeah, I know. That's why I brought it back. Yeah, he said maybe I need to spend something on it. Yeah. No. That's why he lost, you know. Bernie's a kind of wash and go. He's a wash and go guy, Bernie. Okay. Anyway, now I will start my program. Okay. Thank you. Say goodbye to my viewers, please. Goodbye. Okay. We love you, Teacher Benz, La Benz. Okay. Mercedes. Aww. Bye bye. I love you. Okay. Now it shows we have no problem. Okay. Many people some people trying to, you know, make problem between us. Now it shows. Me and my lady, Mercedes, we have no problem. Okay? Yeah, I love you. Who? Some people. Talks,
because it's all in Chinese. Okay. Ok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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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Okay. 对不起啊，今天。